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三福。那我们来开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的神奇卡包。反正它就是有一个那个伙伴喵的硬币，然后还有我们的 mini Q， 还有那个皮卡丘的两张特卡，内闪特卡，还蛮好看的、哦，超漂亮，两张都很漂亮。那我们来开吧，感觉很可怕，我觉得伤到卡。我觉得超可怕、啊，然后撕下去没有任何，然后撕不起来。什么？很可怕，还有序号卡。序号记得不要翻出来。没关系，序号我拿回去除。没有，我说你不要影片不要，你先除完再用。其实没关系啊，我现在会上马赛克呢。哦，那也就 OK 了，就是没错。我觉得他这很难下来吧？我靠！没有，你要反着凹啦。好，下来了。你这样正着比较不好用，要反着凹。好了，需要可就算了，反正我们需要实在不知道出。伙伴喵代币。好了，我知道应该会有一个人很想要，我到时候会拿去给你的。反正有两个。皮卡丘。皮卡丘好可爱，就是它后面闪的很漂亮。至于是什么能力的话呢，我看一下，第一个好像是值一个硬币吧，然后如果再中的话是变成马币吧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打30，然后不知道要受十点的伤害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英文不好。好啦，看这包会中什么，究竟是非洲还是欧洲来看。哎、欸，白的哎、欸，嗯哎、欸，你看双闪，双闪就好好看中谁了，有可能是那个伙伴喵，哦，闪电，错了，哎呦，对啊，我说双这盒双闪闪电，这盒双闪有打压，火焰，好，我们新的能量，火有两包架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。还是素素的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们中了闪电，然后就吃100的伤害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 mini Q 的。突然发现外面好大声，刚刚怎么撕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刚刚好会撕哦、喔，现在撕不起来。总共有两只兽皮，总共有兽皮。兽皮不好的，来吧，抓紧吧，这样。没有，人从正面凹这个角。哪个角？哦，哎丢哦！我们刚才干嘛了？玩傻了。嗯，刚折了一个，没有他，刚折了一个很不得了的角度。那、啊、你手在下面，我怎么这样子？我觉得他受伤了。Mini Q， 哦，他的背景很好看，非常好看那个。没有，他有一点白边。哎哇，框比较大，他框才切那个。嗯，有点歪。歪，靠的框很歪，像是歪的，对吧、啊？我没注意看。没有啦，凹不会变框，不会歪啦。它是对啦，它就比较粗啦。对对对对对，硬币要是伙伴喵的硬币。没有没有，并没有。好啦，那看这包可以开什么啦？哎、欸，靠，又白耶！哇靠，太扯了。这应该是告白的剧有有看到啊。没有，还是双闪。双闪好啊，为什么双闪不好？双闪有可能有其他棋。又闪电啊，那么多闪电啊！哇，这么壮！太会了。太会了，拿那么多闪电。闪电好啊，这个双闪好哎、欸。
对啊，我奇怪，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要叹气？这有些巨差比不过双神嘞，有一两只巨差比不过双神，像魔什么魔什么偶的、啊，没办法，因为以我们过往的经验跟过往的经历来讲，没有这个双闪就是没有双闪，没有双闪，从这几个开始就已经没有那么烂了。双闪，但是以前啊，以前的神秘系列刚开始很烂啊，我们很神的开了两张闪电鸟，这个的几率是多少？这个应该这个没几率啊，因为它是一包的、啊。这个没有钱，没有啊，就是你要买一包，然后里面是闪电鸟，而且两包都是、啊、这个不准啊，那两包都是闪电鸟，这个不准啊，这个是这种是另外的啊，这样只要特别盒都不准啊，北包也不太准，嗯，等下排供，好啦，那我们这个好像没有固定，神奇的礼盒开完了，好，对啊，我们刚刚的 mini Q， 对啊，经历过了一个很惨烈的形状，然后开两张闪电鸟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开完啦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喜欢；想持续追踪，按个订阅。我是三夫，回家见，拜拜。